大家好，我是三峰。大家好，我是海龙。海龙啊，什么情况呢？你跟大家说一说。行，那个是这样啊，站在我旁边那个姑娘叫李月，她呢是玩那个吃鸡游戏，交了个男朋友，他俩处了能有多长时间？三个多月是吧？啊，昨天他俩约好第一次见面，见了面之后，这小子直接就把李月带到这个宾馆来了，带到宾馆之后就把她给睡了。这今天早上他起来发现这小子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电话微信全部拉黑，就是人不见了。然后呢是李月他们一块玩游戏嘛，就是有共同的好友，我让那个共同的那个好友已经确定到这小子位置了，现在在一家网吧正玩游戏呢。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，三哥，过去吧。行吧，那走吧，走吧。嗯，别跟我废话，给我出来！来了来了，应该这小伙。哥，怎么了，哥？小伙，哎，认识他不？啊，认识，认识。认识他，你他妈睡完之后电话号码和微信都给你拉黑了？不是，不是。是你打我睡的吗？你先别说话啊，听我说啊，哥，是这么事儿。之前俺俩游戏认识上的，就玩那吃鸡游戏认识的，玩那唠的挺好嘛，互相发照片了，我还觉得咱俩都没对象，我还觉得他长得不错，就这么处对象了。玩约好，昨天下午他来找我，俺们去出去玩去，就这么的，我到火车站去接他。当时我接着他，我瞅着他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不走我已经很善良了，真的哥，我这不信我给你找照片让你看看啊。哎，你看看哥，你看你对比一下子，是这么回事吗哥？就这么的，他都来了，你说都这样式的了，我怎么能给人扔在火车站不管吗？我这么的，咱俩吃我饭去吧，就这么咱俩吃饭去了。吃饭前吧，非得要喝酒，我说我不喝酒，我说喝不了酒。完我说我不喝酒，他就搁那又吵又闹的，就不喝不行，就搁那杵着，在那玩意儿搁那看着呢，就这么硬逼着我。完我喝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我说没有地方住啊，我也领宾馆去了，找地方住嘛。就到宾馆了之后，就死活也不让我走了，说害怕自己一个人，就整事儿。我说那我就这样似的，是他给我睡了，不是我陪他睡了。是他给我睡了，不是我陪他睡了，是这么个事儿哥。姑娘，你想怎么解决啊？行不？我看我兜里有多少了，我兜里就320块钱，我留20块钱打车回家吧，得，这300块钱给他行不？三百行不，姑娘？当然不行啊，你把也需要聊点行，下次咱妈二百。那我给你拿200。这行了吧？还有来回坐车的钱呢。等我给你拿过来。拿吧。这就够了吧？这回。行。行不？然后拿钱去买票，完了赶紧回家啊！听没？啊，去吧，走吧，哎、去吧。回去吧。大哥，那还有事儿没，大哥？嗯，没事儿，你该干啥干啥。走走走。这300块钱啊。你他妈花300，我他妈花400，我这，哎呦我这，